旅行可以很轻松，也可以很不同。每次假期都是美好生活的练习曲。幸福不再是奢求。当我们全家出走中，全家出走中，出走到哪里？阳光沙滩比基尼，跟着螃蟹踏浪去。澎湖海鲜随你挑，消暑圣品最神奇。抛开都市的水泥森林，揭开童话城堡的神秘面纱，体会夏天的热情魅力。360度带你玩遍澎湖。我有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有没有？起来，有没有？要不要看到？有啊！怎么买呀？晶莹剔透哎！完再拿出来吧。对啊，来吃，我直接吃啊，直接吃。我们本地出产的，本地出产，只有澎湖才吃得到的。对，藕莲跟旗鱼贡丸。哎呦，旗鱼贡丸，它这是纯鱼浆，就吃起来比较 Q 味，粉粉的。你看，真的有哎，好酷哦！很开心啊，真的，阳光沙滩海水赞。今天呢，我特地找了一个澎湖在地人，哦，给你完全不同的体验，完全不一样，绝对是私房经典，绝对，而且是宰爹都在吃。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耶，准备好了 ，Let's go。全家出走到澎湖，这回找谁来带路呢？听说这次来带路的居然是个中法闭眼的外国人，他是谁？他是澎湖的新移民，也是冲浪教练。但是我是谁呢？我是走遍了台湾各地的侯昌明。哎，澎湖还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吗？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外会带我到什么地方去。哎，小美，哎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哈，你带我来这里是要冲浪吗？不是，冲浪板哦。冲浪，这我可能看我宰掉。啊，你不是讲要找宰掉？啊，宰掉。哎，你老公呢？老公在这里。You know? Yeah. 欢迎光临，有没有听到？那就外国人不是同澎湖人，他怎么可能会玩？问他好不好？可以？怎么玩？啊，澎湖很漂亮，我带你们去很棒的地方，很棒的地方，我们一般不太可能会去到的。没关系，都是秘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哇，在地，好厉害、哦！英文怎么说在地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在地。那我们就跟着你走了，好不好？Follow you，在地，在地。想不到吧？这次带路的居然是个来自于南非的老外 Ted。小美跟 Ted 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架杠澎湖人。4年多前，他们爱上了澎湖大海的古朴与宁静，这里从此就成为了他们的故乡。你以为澎湖只有夏天可以玩吗？错，老外告诉你，澎湖四季都美丽。今天就让这对夫妻带我们一起造访专属于他们的澎湖私房景点。我说实在的哈，我真的感到很好奇哦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跟着外国人，然后玩澎湖，你知道，因为澎湖是我们的地方，照理讲是这样，我们带着你们玩啊，但你们都怎么玩呢？这个，我们带你去看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很好玩的地方，对，那亚兰呢？亚兰，哦，亚兰，他说他是准备，我在这，来了，哇，你都全副武装，你哪位啊？我亚兰啊。亚兰，哦，我林志玲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那我们不是约林志玲，对不对？你请回。干嘛这样？你就知道亚兰会怕晒，所以我带你去找一个东西，保证你不会怕太阳，然后还可以睡当当。就知道你现在多不睡当当。要，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。走，我们去找。来，前面就是喽。前面就是。哎，怎么那么偏僻啊？我快坏了，这里会变漂亮。来，这里就是啦，这就是会让你睡当当的东西。芦荟哦，哎呦，这里的芦荟，我的天哪，
这巨无霸吧？又肥又厚，有没有？哇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样子你就不用怕啦。对哦，是不是？不用怕啦，啊、有芦荟怕什么？拿着。对嘛，拿着，那脱了，脱了，脱了。哈啊！怎么？你干嘛给我丢掉？以后还可以用哎、欸，浪费。对，有芦荟我就不怕啦。老、欸、太，你怎么会懂芦荟呢？因为我常常冲浪，晒黑的时候，它真的很好用。哦，对，就直接抹。抹皮肤。对啊。就不会晒伤了。比较不会痛。会凉一下。会凉。比较凉。会比较凉。哦。澎湖芦荟是丁杠五名乡 A 杠熊出名，走在澎湖可以见到不少芦荟的踪影。但是 Ted 跟小美真不愧是澎湖的在地行家，带我们来的这一片芦荟园，每一株都是硕大肥美。Ted 说，是因为这里负责种植芦荟的，可都是65岁以上的部落级老阿妈。哦，阿妈，哎呦，阿妈，哦，阿你多好啦，阿你那好意思，我来救救你。阿妈好意思啦，这边好面好。会拍意思，安尼拍啦。爸爸妈妈安那提，都提安尼啦。哦，提安尼哦，安尼啦，嘿啦，提。唔对，唔对，一手伫遮来，用手伫遮来，一手来遮。看啦。不是啦，有啊，不是，这大安尼看。塑料真好。好诶，唔会啦，伊。哈，我安怎提来来来？来来，我从提来底，我从提安尼。哦，安尼啊，哇，安尼像捧花一样拿啦。哎呦，澎湖的芦荟吼，有名的啦，对，就名的啦。哇哇，哦，啊，这是种多少年啊嘛？种是种多少年？二十多年啦。二十多年哦。你意思是几二十几岁啊？无，这是我在，我是安尼一帮一帮，好好好，一帮一帮，我再搞几。真呀啦，这样子一株要种20几年，吓妈20哦。我阿丹，我们三位那个 SHE 哈，丁丁三卡做会，哦，另外呢 SHE 呢，我的，好帅呢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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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HE 啦，哎，阿妈，阿丁三吼，做一拍就叫阿丁做黑夜，记得好不好？啊，画一二三吼，来一二三，耶 ，SHE 啦，吼，好可爱哦，是是是，哎，那老狼。无啦，你老人，无你妈咧讲，恁就是拢有用芦荟，你唔知拢安尼拢足健康咧。对啊，好像少年咧。水当当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借问者吼，咱这个芦荟吼，啊恁是安怎会使食袂啦？会啊，可以。啊，这里是比较水啊，安怎处理啊？来来来，我下路过来。好啦，直接就在食哦。会啊。哎，这个也要削，这个吼不会的人不能自己轻易乱吃哦。这个真的有技巧的。对，因为它那个皮吼，你要弄干净。对，没搞了。安尼直接直接。一盆。哦。皮安尼削起来。哦哦哦。就看卖啊。哇，晶莹剔透哎。哦，你看还有黏液哎。嘿。哎，可是我从来没有直接这样吃过芦荟哎。没有直接吃过。味道会不会很怪？阿妈夹我阿婆。哎呦啊！好笑。哦，夹快买。好来。夹掉好呗。好了，我讲阿伯比哈，无比呢，我讲啊，有拢无比啦，阿姐真无比呢，现在啊，我看啊，我可以转行当经纪人呢。这个阿妈天团实在是太可爱了，绝对可以红遍全世界。阿妈说吃芦荟可以保养皮肤，好东西就要与好朋友分享。我赶快邀请好朋友 Ted 做会来解话麦嘞。来来来来，哎 Ted， 哎你们，我跟你讲，吃吃看，吃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你都是只有拿来抹嘛，没有吃哦。哦，这个可惜，我跟你讲，切这个哈，你绝对要用刀背下去切，对，这样才不会受伤。哇，好大块哦！小美也来一块哈 ，OK， 一人一块，吃吃看是什么味道 ？OK， 就那个怎么样？果冻，哎，那个野果，很像野果，知道这个意思。老板，来杯绿茶。哎，怎么样？吃了没有？你看 Ted 一副难以下咽的表情，果然单吃芦荟对老外来说还是太为难了。没有关系，阿妈有说这个芦荟也能做成各式各样的料理，可以拿来热炒、凉拌，或是做成一道芦荟甜汤。每一道菜都可以说是澎湖最应景的消暑圣品。你看 Ted 不就吃得津津有味了吗？而为了要报答我的新发现， Ted 也决定要使出他的看家本领，让我们去参观他的私密厨房，准备要大展身手，让我不禁的好奇，到底他会端出什么样的好料上来呢？
啊，怎么会在船上？对啊，这不是他带我们去什么厨房？厨房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们要去煮饭。厨房要去煮饭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从你家要到厨房要坐船啊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去海龙王那里。这也太肥了吧！哎呦，你是不是要吃 delicious？ Delicious， 然后。